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昨天晚上家人们在直播间下单的黄金毛宽袍，现在已经开始在打包。你看，打包的这个个头，这个品质，家人们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还有一个，就是说你们收到了，中间会有这么一个空格，都会有这么一张纸条放进去。这个空格是我们是逐寸的哦，桃子是给你们逐寸的，所以说大家不要误解，都有一个这个。现在呢，你看破完寸以后，我们要用这个碗套一个一个的把它装起来。这边呢，你看在过寸，要过寸以后叠起来，再用碗套，完了再要装箱，完了要。现在快递的车已经来了，我们就陆陆续续的，一会打包完了就往车上装。今天晚上给你们发走。我们有两个快递，一个顺丰快递，一个京东快递，两个快递随机给你们发货，你们在家耐心等待。谢谢你们来小英直播间支持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